난 계속 잤냐? 잤냐? 看过野生动物的眼睛吗？陈念，在他们被抓、被杀之前，没有表情，什么都没有。和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有点像。有看到人吗？劝一下家。当时因为他心里害怕。三姑妹，你闭嘴！人长大了才学会同情，只是不好的你都忘了。那么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这样是错的吗？陈念，但是这个世界很复杂，以后就会懂的。你不懂。高考完，我就变成大人了。但是，从来没有一节课教会我们如何变成大人。没有人会为另一个人毁掉自己的所有。我和你不会，但他们还是少年。喂！别放我！别动陈念！他们，你相信我吗？再见，对不对？